出版过《仓鼠住六的日常》的知名仓鼠插画家郭台老师，与游戏公司合作，将可爱的仓鼠们变成手机游戏啦。游戏采取放置养成的方式，让玩家们经营自己的仓鼠村庄。只要建立像是花田、农田或是鲨鱼场等设施，就可以获得金钱，一步步将村庄扩大。除了在设施工作的鼠叔之外，随着进度还能够解锁各种花色的仓鼠居民，他们会和地图物件进行互动，玩家也可以搓搓他们，并用相机捕捉各种可爱的瞬间。各位仓鼠爱好者们，还不赶快来游戏里疗愈一下身心吗？